朋友们大家好，看这只羊啊，差不多也有接近50斤了啊。这是一个闺女啊，现在要给她一个任务，给她22天，叫她做一件正事去啊。等一下把羊牵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，到时候大家自然而然就明白了啊。22天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啊，知道吗？啊，知不知道？这个羊接下来了啊，看这边那只羊群没有？下面羊群啊，就要把这个羊赶进羊群里面，叫这只小羊和那些羊群生活22天啊。每个艰巨的任务就是配种啊。哪有时间？看，这是我家的羊啊，来过去你看，香嫩的啊。看一下，很多小羊，好可爱啊！你这么可爱，这只羊怎么看着像狗一样？看这个羊头全部对着前面那几只狗的，我家羊你看不怕狗的，看到没有？根本就不怕狗。听我姑婆说，这个羊的发情周期是22天，所以才有一开始说的22天的任务啊。期待一切顺利啊！到时候我家小羊可以怀个双胞胎也不错啊。好了，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拜拜。